几，伊讲是讲能当吸尘器，又能拖地板。这么是几钿啊？4000块行钿不到哎。那么阿拉老婆是王一博粉丝嘛，王一博代言嘛，摩托姐姐就冲了。那么搿只物事买回来是侬用呢，还是伊用？规矩道理来讲嘛，要自家用了。对伐？侬付钞票，侬用是伊想用啊？大家想要嘛，家里需要，刚需刚需。侬还蛮苦哦。那么上海男人嘛，那么搿只物事侬讲4000多块，伊六一八便宜多少？便宜蛮多的，我看伊还送眼小礼品，送了眼就是讲摩托姐姐用的搿种啥个王一博照片啦，还有啥个杯子啦啥物事。